节课叫你们默写古诗，现在来检查一下你们的作业。冯唐，你给我念你写的春晓。春晓分明不知晓。继续。分明不知晓，处处闻啼鸟，一边笑成泣，不知死多少。哼，你可真是上天派来的秀儿，古诗都被你改得面目全非。我把这首诗抄十遍。严家，给我念你写的静夜思。静夜思，床前明月光。然后呢？床前明月光，小品闲得慌。举头看手机，改名郭德纲。郭德纲，我看你是想被请家长。你也给我抄十遍。小品，你来念山行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很好。白云深处我和他，云想王子会公主，石则恐龙见青蛙。